冷却系统有一点问题，但是还能开啊。来，你看，来了来了，要红包吗？儿媳妇给你发了个红包。你不是说一万起的吗？他可能，我看一下啊。不是吧？200都没有。啊，我帮你领一下啊。好了，就这，兄弟们，一起走一波，就这，就这。我能把我刚叫的那个爸撤回不？可以，可以。你给我撤回吧。嗯，你跟他说一句，臭老头子，你太他妈抠了。哎，你真的太抠了，老婆。你真的这么说了？我开玩笑的。你真的这么说了？我操！我给你撤回，给你撤回，我给你撤回。哎呀！你真的太抠了，老婆。来，撤回！完了，你这个要完蛋了呀，真的是。那你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谢谢爸，我很开心。我真的很开心。太抠了，兄弟们，真的这没见过这么抠的人，我操，过分了，我靠，这是他这辈子给过我最小的红包，真的最小的红包，我靠。哎，兄弟们，那个昨天那个红色衣服的那个小姐姐问我在干什么，怎么办？我现在在熊猫这边直播，在这聊天啊，唱歌啊，你要不要过来？你有时间吗？就门口，我就在门口。小文，那个男的，哎，文明，注意一下那个男的。刚刚我看到那个男的就一直在那低着头，就是不知道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这个滚一边去！你得赶紧把阿牛给叫过来。你这小身板，我一个手指头弹过去，你他妈都喊疼。真的是，我操，丧良心，简直丧良心啊！叫他出来玩嘛，就。看吧，再说吧，人家不一定有时间呢，有时间再说吧，好吧，那我们走吧，好吧，走吧，上车，我帮你开，哎，车钥匙呢？车钥匙在你身上，在我身上吗？啊，来，走，快走，不要惹麻烦，小心啊！你穿的是裙子还是裤子？裙子啊，那完了。幸好没拍啊！不要惹麻烦，不是怂啊，好吧，在直播不要惹麻烦，赶紧撤。华子跑路了吗？华子上厕所掉沟里了，丧良心啊！哇，你这车好炸！你改了排气吗？啊？怎么着？就随便丢过去改了一下。啊，牛批！那你先帮我拿一下，好吧？啊？什么？我住这儿。干嘛？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来找我，好吗？不是你干嘛？好不好？什么玩意儿？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来。就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来找我。来长沙遇到什么问题？什么玩意儿？好吗？啊？什么玩意儿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啊？你什么玩意儿？你是？他是你男朋友吗？哦。我不是他男朋友，你是他男朋友啊？说好。是。好好好，我说。你是有病吗？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烧了，把这玩意儿烧了。什么玩意儿？真的是，我靠！别吵架。好点吗？我把敞篷打开啊。那纸呢？那纸呢？刚刚给丢了是吧？丢了是吧？那男的呢？男的去哪了？啊？男的去哪了？那走了吧。我把他赶走了。啊，行，走吧。什么屁玩意儿？还什么情书？我操！我情书吗？啥？我看一下。没看，烧了呀。那写了个情书啊。啊。那怎么写字儿？那很一流。
你不是还让我回家收租吗？你收了这么久，收了这么点钱，你好意思让我回家收租？你不坑儿子吧？你不是？咋了你？看我说什么？你看我说什么？我说了，你这辈子就像这样了，没前途的了，死心了嘞！真的是我靠，收租收成这逼样，还几十栋房子，那骗我！我靠，兄弟们，骗我这是啊，盗的图吧，兄弟们，这是276.78，我靠，神经病！你看我屌不屌他？我也在这里啊。那你在哪里啊？我没看到你啊。你给我拍个照，兄弟们。昨天那个红色衣服的小姐姐青青，她在这里，要不要见一个面，打个招呼？打完招呼我们再走吧，好吧？不着急。我，那是我一个朋友啊，你不要生气啊，好吧？你没事吗？真的没事吗？那这只是我一个朋友，好吧？只是我一个朋友，对吧？不生气啊。不生气啊。那你要下去见他吗？嗯。那我就在车上等你吧。啊，好好好，没问题啊。你给我拍个照，我过去找你呗。我在附近喝奶茶。喂，咋了？喂，咋了？请问是邓小秋吗？是我，是你吧？对，是我。怎么了？上一次一起宵夜的时候加的你的微信啊。啊，对啊，怎么了？我还得喊你一声秋少啊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你在哪儿呢？现在啊？我现在在那个熊猫酒吧，怎么了？你还有心思在熊猫酒吧呢？怎么了？你家破产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家破产了。啊，我家破产了！哇，你们这些富二代呀，天天养尊处优的，天天的就知道花钱的，家里都啥情况了？天天还泡吧呢？啊！你家破产了？咋破产的？知道不？那谁，你的爸爸不是有二一代、三一代、四一代吗？把钱啥的全给卷跑了！真假的？现在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说，现在你爸还欠我1000多个 W。还欠你1000多万？那个钱现在我没有地方要了，我就得找你了。啊，不是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我爸，我靠，他欠的钱你不能让我还啊，我靠，关我屁事。那不行啊，对吧？我接触过你，你那个直播搞得风生水起啊，你又带货，你又开公会的，那你的实力啥的也挺行的，但是你说钱，我不能挣不着钱呀。不是，就得找你要了啊。不是不是。不是你改天行吗？我现在有我女朋友在我旁边呢，能不能改天啊？是谁呀？你打电话了？那挂了吗？我操！完了！真的完蛋了！什么情况？怎么家变这么大？你爸刚不是在好好的，现在不会来找你吧？你刚跟他讲了我们在熊猫酒吧。对啊。那怎么办？那我们赶快走啊！走不了，我跟你讲，走得了一时，走不了一辈子呀。我爸这个人就是个老色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个色老头，你知道吗？他娶了什么四姨太、五姨太什么之类的，结果被他们给卷跑了，钱都卷跑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破产了啊，那几十栋房子估计都名字都已经写成别人的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你怎么管呢？我又不想理他呀，我没花过他什么钱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那个债主找上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老爸他在广州，我在长沙，他有一个债主刚好在长沙，你知道吗？以前一起吃过宵夜什么之类的。哎呀，是要来找你吗？对啊。然后要来找你扯皮？找我要钱呢，要钱呢，你知道1000多万呢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哪来的1000多万？我只有那一两百万，我哪来的1000多万？我现在，我手里就几百万而已。我现在，我神经病吗？不讲道理吧？你想多了，你不知道啊。上次啊，就是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啊，就欠她2万块钱啊。啊。哎呀，就简直就是，
当时反正我找到那女的的时候身上是没有衣服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这么地痞流氓。对对对对，地痞流氓简直就是。我觉得我们能报警处理吗？啊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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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就我们这是我们私人的这种，你懂吗？没办法，私人的。好好协商一下，或者喊他过来，等会儿当面好好聊一下。啊？就跟他好好聊一下。怎么好好跟他聊一下？把你给他呀。那肯定不啊！如果说能够好好聊，他不会对我们有什么一些很危险的事情的话，我可以跟他好好谈一下嘛。好好谈一下是吧？你比如说让他，让你当他30天的女朋友呢？怎么可能？我可以帮你还啊。啊？你刚刚不说我是女朋友吗？你可以帮我还啊。对啊，但是我要问清楚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欠的，一条一条的，啊，然后我要知道具体的情况。啊，不是，很多钱，就很多很多，就可能要几百万呢。没关系啊。你一下子能拿出来几百万啊？我没有，我家里也有。你家里有是吧？嗯。哦。几百万你家有啊？厉害厉害厉害！我家本来也有。不是，我就现在还没搞懂，是不是在跟你爸做恶作剧呢？怎么会一下？不是啊，真不是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爸他这个人呐，他就是流氓老色批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听你跟你爸打电话，还说让你回去收几十套房子的。对呀，啊，那么有毛病吗？现在我，所以我终于知道了他为什么要今天突然给我打电话，原来是有预谋的，想本来我们关系不好你知道吗，我说怎么莫名其妙让我回广州，原来是让我回去还钱你知道吗。你们关系很好。想屁子，我跟他关系不好，他老抢我的女朋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他都抢了我4-5个女朋友了。他截胡，每次就过来截胡。哎呀，有一次我在三亚跟他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啊，我自己叫了一个我的女朋友过来，结果他给我那女朋友转了20万，然后我那女朋友直接就跟他走了。我的天啊！你知道吗？但你干主播这一行，我觉得你还是挺有魅力的。你女朋友会为了钱就跟他走？啊，所以说这样女孩子我也不接多一挽回了嘛，就让他赶紧滚吧，啊，就跟那老色批走吧。结果那个走了之后，过2天又回来了，跟我说老色批身体不行，不能满足他，啊，说还是我好，还是我年轻。我就不会为了钱去离开你。如果我因为你有钱啊，真是因为你有保时捷啊，你有钱呐，啊，那肯定啊。哎呀，是不是？应该不会来吧？我就主要是我觉得刚刚你才跟那个酒吧男，然后才跟他发生了冲突，我害怕你和别人发生冲突。我们先下去看一下，先看一下他会不会过来，先看一下他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。我跟你讲，一会儿这样，你千万你要知道财不外露，你知道吗？哦。就一会儿他来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说这个车是你的，明白吧？哦，就装作不认识。对，你不是说装作不认识，你就说这个车我们很穷，你知道吗？这车不是我们的，我们不知道，哦，你懂吧？我们尽量的就是把这个钱给，是不可能一下子给人家还100-200万呢，对不对？帮你谈吧，因为我觉得我这方面还是可以帮别人谈看一下的。帮我谈一下是吧？行，没问题，好吧。那待会儿你帮我出马一下，因为女孩子的话估计会比较，她人不怎么好。真的假的？又矮又老又丑。啊，对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。说的我有点害怕。